有这种事？想说怎么可能路边停车一定要停左边或右边，两边都可以。推演他的逻辑啊，因为我们是靠右走的啊。哇，第一次哎、欸，路边停车，停车。好、哦，他真的抓到了，哦、撞到他赔哦，然后哦，我们不能干预。哎呦，好可怕哦！可是，而且他只有一半的，他不是，他只有一个么字形哎，他没有一个四方形。其实。有画线是有画四方啊，他就是这样要停进来啊。哇塞，所以真的有路边停车？你不说路边停车只有国外有？没有没有，我是听到说路边，好像啊，应该那我看到的应该是路边停车的召唤取消。哦，路边停车的召唤取消。不能把它召唤出来，停车应该是可以。哦，欸、你停的比你好啊，每次都给我停的。整个突出啊！第一次车路边停车，我觉得他已经要撞到人家了呢。他真的没有撞到吗？他没有开前面的那个镜头。对啊，前面有镜头嘛。哇，停得好好哦！你看停这么靠边，耶、yeah, ，成功！那我以后就可以用路边停车了。不是以后你就可以用，麻烦你每次都用。好了 ，OK， 路边停车成功。你可以下去看他、看他停的好不好啊？哦，好啊，看一下。哇，有哦，停得很好哦，超完美的哦。对啊，前后都超完美的。OK。也会纠正，你看，你停就是这样，轮子也不会把它搭正。你很爱念哎。好，拜拜，再分享喽！订阅、按赞。